还好我有卡通，让我快速分钟。随手一拍，打造原相机底妆，不去卡粉斑驳。瞬息柔焦，锁妆更贴肤，定妆全天 online。一键 cut， 轻装上阵 ，hold 得住每个镜头。我的底妆当然 C 位出道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Zero Base One 的 Ricky 沈全瑞。今天为了拍摄，我可是请了重磅造型师，就是我。我化妆的时候呢，重点在于底妆，底妆一定要干净清爽，还有就是持妆力一定要好，毕竟要带妆工作一整天。像用的 Cut2 粉底液，质感就很清透服帖，而且防水防汗。像我们上台会有打光，而且像我打歌唱跳啊，出油出汗，所以定一个持久清爽的妆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看这质感就像开了磨皮一样，工作到晚上也很清爽，就会很有质感。好了，等我去换一身衣服。大家好，我是 Zero Base One 的 Ricky 沈全瑞，很高兴能够成为 Cut2 Cut2 的品牌代言人。先锋、真实、多元，天猫宝藏新品牌 Cut2 Cut2， 专为亚洲面孔打造无限可能的独特底色。快与我一起体验 Cut2 Cut2 持久清透的底妆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ero Base One 的 Ricky 沈全瑞。今天呢有一个行程，日常出门我也会简单的收拾一下，显得清爽一些。我会把重点放在底妆上，作为一个艺人，我要经常的带妆面对镜头一整天。这是 Cut2 的散粉，像训练时经常出汗出油，又要经常面对镜头，所以我的底妆必须时刻防油防汗。哇，真的很自然呢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换衣服出门了。现在时间已经这么晚了，头发都全乱了，但是妆还是那么清爽，太牛了 ，Cut2 式妆效。每一面皆是理想型，优时颜 Uni Skin Shape Your Uniqueness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时颜时光代言人 Zero Base One 的 Ricky 沈全瑞，和我一起用优时颜黑引力面霜开启肌肤对抗引力之旅，成就轮廓理想型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时颜时光代言人 Zero Base One 的 Ricky 沈全瑞，今天来揭秘一下最近我的护肤挚爱 CP 优时颜黑引力水霜套组，闪充胶原，紧致有型。上天猫、抖音、京东搜索优时颜黑引力水霜，更有惊喜相送。快来和我一起拥有好皮肤吧！